关于离开矩阵，传导泰利维德。离开矩阵 Leaving the Matrix， 随着旧矩阵在我们眼前慢慢解开，人类物种已经到达了一个关键点，邪恶的一层和光明的一层之间的分离已经变得相当清楚，两者的区别已经很明显了，邪恶一层和光明一层。自从我们的控制者在地球上开店以来，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面包和马戏团。这句话来自于强大的罗马帝国掌权的时候，意思是说罗马政府通过分发免费食物和举办盛大的表演，使民众保持快乐和忘我的状态。这听起来有点熟悉吗？但是选择确实是我们的，而且一直都是。你想生活在黑客帝国的矩阵地狱里，还是伊甸园的天堂里呢？我们都有自由意志，但如果我们用我们所有的能量来支持矩阵，那么你的自由意志就是无效的、绝妙的骗术。这个矩阵依赖于每个人负能量的贡献来每天重新构建自己。这种负能量是情绪，基于恐惧的情绪。这些精英、全球控制者不希望我们通过脱离和获得个人自由来取得成功，他们将获得个人自由的人类物种视为他们亲爱的矩阵中的病毒。他们尽最大努力保持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被迫生活的这个矩阵只不过是一个全息游戏，它以较低的恐惧意识为食。老黑客帝国的戏剧是让我们失望的完美策略。你的账单、保险、债务、政治等都是基于恐惧的，因此支持矩阵。基本上控制者入侵了伊甸园，并在我们的意识中安装了一个基于恐惧的欺骗性程序，并使自己成为每个等级的顶端，而人类则越来越深地进入黑暗的密度。这意味着人类的高级意识无法再与我们已经成为的基于恐惧的低级无意识状态进行交流。传说中的神话告诉我们，伊甸园是一个传奇的地方，人类无法进入，因为我们犯了罪。相反，我们被编成为生活在这些控制者创建的矩阵的限制内。在我们过去，任何教导自由、解放和个人主权的人都被从地球上移除，从而阻止了自由和解放传播的传染。这些控制者剥夺了我们与地球的联系，以及我们对生命的尊重。内在的伊甸园矩阵 Matrix 的社会结构沉重而僵化，而形象代言人 Avatars 光 Light 工作者就像破冰船一样穿过 Matrix 的冰川，而冰开始分解和融化，因为水的振动状态比冰高，所以我们的频率正在上升。我们开始记住我们有能力创造世界。对于所有你看到的1111星号译注，这里指11月11日星象或天使数字关联或相关。这是通往由天使、向导等守护的新现实的大门。意思是说，你正准备好迎接伊甸园的这种新震动。对于你们这些持有这个频率的人，你们是把这个矩阵从恐惧的存在变成爱和丰富的存在的人，没有其他人会。你是负责创造伊甸园的人。当你开始释放对这个 3D 马戏团的戏剧性和恐惧时，你就生活在更高的意识状态中。请记住，您不对他人的选择负责。我们正在观察这个矩阵的崩溃，因为许多人通过他们的自由意志获得了频率的上升。
那些选择反抗的人只会追随他们的道路，相信我，他们会活出他们的创造。谢谢收听，感恩祝福。